三弟真是好样的！可是你接下来的战斗，我下一站的对手将在博兰和荣军之间决出。他们一个是曾经战胜过我的对手，一个是试炼塔的第一名，被外界推测必定夺冠的第一天才。不管他们谁胜谁负。 对我来说都极具挑战性。博兰，是不是觉得他很孤僻？传闻这博兰自幼孤僻，自闯到宇宙起，不结队，不攀附，惯于孤身犯险。他曾在三角座星系 NGC 604区域的一颗土著星球驻留数月，只身闯入多个星际殖民者据点。 前后共杀死5万名战斗人员，致使对方的入侵计划彻底破产。博兰的死神名号也由此流传开。面对当地土著的感谢，他却淡然表示，自己不为正义，只为极致的战斗体验。 是个纯粹的战士。本来我很期待与博兰一战，不过现在这个机会很可能是你的了。荣军对战博兰，比赛开始。 强大，但这也更加激起了我的斗志。罗峰，接下来看你了。我很想知道，曾经与我实力相近的你，能与博兰战斗何种程度？我必将全力以赴。 试炼塔中，这个鲁年虽然也排在前100名，但却是50名之后。想不到竟然不声不响闯到了四强，绝对不容小觑。明天的比赛将决定我能否进入原始空域。天才战的选拔不只是为考核。
更是为将来的族群战争挑选出合格的战士。罗峰面对的虫族女王精神念力的数值有些异常，虫族战士的舍身冲刺往往是为女王的攻击提供掩护，而我正是等待这一刻。精神攻击并非你的专属，现在我便要用脉冲回忆攻入你的体内。这些光球似乎正是虫族女王的能量核心。好强的精神力！美出回音！快被大量的记忆淹没了。如此鲜活的记忆，血腥味。尊者，我们在系统中发现了骇入痕迹，初步推测是对方通过意识上传的方式，替代了我们系统中原有的数据模型。目前异常已及时排除，但篡改者的位置还需进一步追踪。外族的渗透程度远比想象中要深。你这、这位虫族女王早已超出了系统拟真的范畴，仿佛是完全真实的存在。摄人心魄的真实感消失了。博兰止步于第七座第六层，积分远超后面的选手，果然是压倒性的强大。现在还没有出来的只有罗峰。与虫族战斗的时间越长，我便能获得越多的信息。每前进一层，母巢的战力都翻数倍，正好是战斗预演的好机会。太好了！不好，再这样下去，帝皇的天平就会完全倾向罗峰和三浦山了。
帝皇圣谕，念哈格雷夫管理皇武团多年，辛劳有加，现调遣三名界主担任副帅，驻管要务，布洛林则擢升为皇家礼仪团团长，明日赴任。把我调去闲职，又派人架空外公，这背后肯定是三府山在施压，区区民间组织因为一个罗峰就让皇帝妥协。外公，我不甘心。不甘心也要忍。罗峰距离踏入虚拟宇宙公司核心层只有一步之遥，你帝国的体量是万万得罪不起他的。主人，飞船即将离开黑龙山帝国境内。弱肉强食是宇宙的铁律。确实是铁律啊。三弟，恭喜你。现如今的罗峰让我更想与之一战。试炼塔选拔正式结束，排名在前一千名的选手可进行天才战的最终选拔。接下来选拔采取单败淘汰制，公司将会对参赛者进行随机分组，单人对战，一场定胜负，胜者可继续参与角逐。以下为最终名次奖励：101至1000名，获10会员奖金，入末世空域。11至100名，获100会员，入天地空域。3至10名，获1000会员，入太初空域。12名，获10000会员，入原始空域。1会员相当于10000亿宇宙币，33,00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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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着的保底金额是他的十倍。奖励内容还写着四种空运。不符合常规的特殊区域，四大空域就是经过虚拟宇宙公司改造，以培养天才为目的的特殊区域。上述区域内遍布奇异宝物，当然也伴随着危险。公司的录入名额总共1000人，通过试炼塔选拔的，最终都能进入公司。对我们这些淘汰的人来说，无论分数高低，都让人羡慕。虚拟宇宙公司向来不是供人一味潜修的世外净土。千万年来，公司曾接纳无数天才，但至今仍旧生还的十不存一。每人的死因不一，但将近半数都是在人族与外族的战争之中牺牲。域外各族一直没有减缓入侵的脚步，公司要培养的正是能抵御外族的天才。请各位做好觉悟，最终选拔很快就会开始。抵御外族，它的紧迫性我已深刻体会到。经过监测，目前母巢处于深度沉睡状态，暂时无虞。我向各国首脑建议暂不对外公布信息，以免引起恐慌。
引力波接收测试成功。这样一旦母巢内有细微的变化，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提示。这里很危险，你们不必亲自过来一趟。如果虫族母巢苏醒，地球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。武者有武者的职责，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义务。虚心，老三，你安心准备比试，这里就先交给我们。在试炼塔中，我发现对付虫族女王最有效的办法是用魂印对其进行精神攻击，但地球上的界主级女王连呼延博老师都无法控制。那我只有获得更高级的精神类秘法才有几率将其控制。不过此种等阶的秘法存在概率最高的场所就是原始空域。原始空域，那我必须尽全力去争取。宇宙巅峰天才战总决赛现在开始。天才战十六强，他接下来的对手都将是天才中的天才。主博文果然没错，常常一击必胜。宇宙国的最强天才竟然被前无的荣军给灭了。冷云，蓝霆宇宙国这次的选手很稳航。罗峰对战加莱西。这加莱西的幻术攻击也太诡异了，次次只要一眼就能击败对手。他的精神力极具攻击性，听说有人与他交战后现实里也出现了精神异常，希望三弟能应付得来。我的意识强度在同阶算得上很高了，但对上他的眼神竟依然觉得惊心动魄。幸好我有虚空之塔防御灵魂核心，
应该不至于被他轻易攻破，就以武力优势速战速决。8225亿名参与者中，成为最终入围的1000人，实属不易。主人，对您而言，最佳方案就是离开黑龙山帝国。通过拍卖所得的磨砂族皮肤孕育的分身，快完成了。1008个宇宙国，共计10008000名天才，选出7300人入围，其余人全部淘汰。一座第七层，他积分升得好快，已经远远将第二名甩在了后头。因为别的人还在闯第二、第三座塔，他已经在对战飞吼了。早刚我们前五宇宙国的荣军和罗峰差距有点大啊。相比往届，这次还加入了其他族群的敌人。人族与外族战事不断，稍有失利就会牵动整个族群的命运。天才战的选拔不只是为考核，更是为将来的族群战争挑选出合格的战士。他们必须有能力面对各种不同的敌人。第五座试炼塔，机械族傀儡100具。心悸的感觉，这在之前不曾有过。试炼塔第七座，
重组母巢。这是第31号国民遗迹，这也太像了。如果他真是重组母巢，那又为何会出现在地球？如何轮转？
无论相隔几亿光年。怎么了？许昕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精神攻击，好像一时陷入恍惚。这般透彻心骨的凝视，仿佛来自宇宙深处。这里屏蔽了外部信号。嗯，我得用分身联系阿巴塔。让他明白。阿瓦塔，31号国民遗迹是怎么回事？他的确是重组母巢。啊！是主人在人类疆域外的战场上与虫族拼杀后拿到手的，却不料由人类的不朽强者为了抢夺虫族母巢一路追杀，他因此身受重伤。为保住虫族母巢，最后将它藏在地球。虫族母巢竟然能引起不朽的机遇，那为什么当初诺兰山没有打他的主意？我搜索过阿图卡的记忆，发现一条被隐藏很深的数据。诺兰山也曾非常关注这个母巢，但他经过观测后认定风险系数过高，严禁诺兰未接近。恨不得挖空地球宝物的诺兰山就这么放弃了。那虫族母巢的等级到底是多少？界主级。你在试炼塔对战的母巢大概率是经过削弱的。即便是削弱后的母巢，你仍然可以无限产出虫族战士，利用绝对数量优势将对手淹没。而界主级虫族母巢甚至连诺兰山都避之不及。阿巴塔，有没有办法消灭？以主人的强大也无法摧毁。他现在正陷入沉睡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这对地球而言绝对是个定时炸弹，万一他被唤醒了呢？那不正是你在试炼塔里经历的吗？你就在战斗中寻找应对办法。诺兰已经开闯第七座试炼塔最后一层了，荣军、乌卡等天才也不遑多让。反观罗峰，排名一直停滞不前。对的虫族女王精神念力的数值有些异常，查询相关异常现象。根据系统日志，近50000年内与数值相关的异常现象共有3次，其中2次的调查结果都指向外部入侵。苍博，即刻命人检查系统。虫族女王作为母巢核心，是首要的斩杀目标。但她有虫族战士和虫族母巢的双重庇护。只要有一点反应时间，就极难命中。
但我只能找出比眼神兵更快的攻击方式。首先要佯装与虫族战士陷入酣战，虫族战士的舍身冲刺往往是为女王的攻击提供掩护，而我正是等待这一刻，那就来试试这一招。魂印，魂印，魂印，魂印。